球好像体现出来，大家每一次在练习的时候，再难过，然后再累，那个种种的回忆就是一直涌现，然后被骂。所以我很感谢你们，你们更要谢谢你们自己愿意投入的去训练，因为冠军真的只有一个，二三四五年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可不可以先真心的为自己鼓个掌，然后恭喜北师大学获得冠军三连霸。每一个选手贡献多跟少，不是只是一场球，他是一整年这个预复决，还有在训练的每一个人，还有身处在两个球队，在台北精华跟北师大，你们真的辛苦了，非常谢谢。那虽然没有哭啦，但是我的内心其实是我哭不出来，因为老师说老了以后就哭不出来，我好像真的老了，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你们，然后谢谢教练们，谢谢你们，然后谢谢阿峰老师、高教练，说很多好像没重点，就是谢谢大家，然后你们超级棒。姚学姐，谢谢你为北师大贡献了这些年，接下来要出去做教练了，那也希望可以好好的把球员训练好，像你一样厉害，然后随时回家，不要这么随时回家，无论你每个人的家在哪里，庆瑶，我就是你的家人，你随时回来找我，无论你在哪里。都不会忘记你们，因为你们的未来，我会跟你们一起成长，无论你几岁。谢谢你当初在高三的时候，台师大积极网罗你，不断的约你跟你妈，我都很担心北师大会不会就此没有举球员，然后只有你一个举球员撑了大一大二，也希望你的选择没有错，你在这边从大学到研究所。这一切，你自己的努力，还有这样子的好成绩，后面在中华队好好加油。一、二、三，呼呼！主攻接班人，怪怪水瓶座，水瓶万岁，怪怪水瓶座。好，跟你是双子，你看，双子，你看，他的世界里根本没有别人，他世界里就是你。Like us, it's hard to find.